姐妹们，怀孕4个月0几天了，我的孕反它突然好了，恭喜恭喜！嘻嘻嘻。虽然现在还时不时有点小不得劲，但不至于像三顿吃啥吐啥，也没有那种强烈的眩晕难受的感觉了。我真的感觉我又活过来了呀！没有体会过孕反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夸张跟矫情啊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？真的那种感觉，太难受了，我不想再经历一次了。妈妈好辛苦呀，不够。我国姐这两月全靠吃雪糕喝点冷饮压着，该好好吃饭了。我觉得我能坚持下来的动力是，大家都说吐的严重是闺女，一想几个月后就儿女双全，都能忍。不吐就好，这一箱的小雪糕被我包了。行，雪糕咱就少吃吧，今儿给你整顿大餐。你能给我做个叉烧肉吧？我之前在广州看你们吃的老香了，我已经几个月没吃过一口肉了，王哥。这都不叫事儿，立马开整。我们娘俩先去买个梅花肉。来市场了，好多人呀。这个是吧？再买点小鸡翅吧，再整个尖椒鸡蛋，再挑点豆角。他才爱吃这个。买了两大包回家。先来两块肥瘦相间的梅花肉，然后切块，加点葱姜蒜，再给肉按摩一下，腌3个小时就可以了。哇，先整个保鲜膜，快点吧，我已经开始迫不及待了，我2月没吃肉了。急啥急，让它腌一会儿。我要不先尝一口。腌好了，放入空气炸锅，200度，20分钟搞定啊。同学们，饿秃噜皮了，快照照体，吃肉，马上马上啊！哇，这也太有食欲了吧，4个菜。这味道也太正了吧，甜而不腻，太好吃了。你多吃点啊，都是你的。哎呀，这是挺香啊，看我妈吃的也挺香啊。哎，就我这厨艺开个饭店得了。快点面包，一会儿都被你爸吃光了。香不香？香。香，你多吃点啊。那你找爸爸要。来，都给你，我的也给你。能做一个正常人大口吃肉的感觉真的太棒了。我前两个月那过的那是啥日子呀，那是。还要吃。还要吃啊。吃完饭也出来溜溜吧。幼儿园，谁溜谁啊？你俩到底啊？你看，径直就奔向水果店了。这草莓啊，草莓啊，还有吗？还有木兰。之前我不说了吗？啊、只要孕反结束，我就要开始报复性吃喝了啊！大榴莲先整一个，不带犹豫的。这个不错，有5瓣。看着品相得放2-3天。我今天就要吃。大草莓也挑一盒。给你挑个瓜啊。这个不行，没熟。看着娘俩，你开始放肆吃了啊？不是，你现在吃完肉真没事了。真没事啊，哎，那以后这些好吃的都没我份了呗？差不多。这草莓酸，草莓酸别吃了，给你爸吃。喂爸爸一口，来。我啥？妈妈吃好不好呀？区别对待了是吧？这孕反到底啥感觉啊？这我感觉你这吃香就像从笼里放出来了。哎呀，我给你形容一下我那段时间孕反啊，每天脑子都晕着，然后吃啥都得吐，看见啥都难受，胃里翻江倒海的，然后肚子还饿，就没有一天是舒服的，没有一天是得劲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为你承担这一切。哎呀，你们男人在整个孕期起到的作用是没有作用。虽然我差不多好了，但是肯定还有好多姐妹此时此刻正在忍受孕反的折磨啊！我真的也没招，大家只能就是坚持，顺其自然。真的，突然有一天一觉醒来就好了，这种感觉真的就像重生了一样。你别转圈呀，你啥意思？哎，还有一茬事啊，你整天跟他说妹妹妹妹的，这万一是个弟弟，他不得心里崩溃啊？喵喵，妈妈要生个弟弟，你能接受不？没有。最近这2月啊，我身边但凡生孩子的，统一都生的闺女。那妥了呀，咱也儿女双全。咱先说好了啊，妹妹虽然香，但是万一真是个弟弟，你俩得给我保证。哎呦我的妈！万一真是个弟弟，都保证不哭啊。保证不哭。保证不哭。